我希望你在战场上有所建树，而不是在这里质疑我的命令。我也告诉你，你可以让我去死，但你要让我死得明白。哼，你现在最需要明白的就是你没有任何权利质疑我这次的命令，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。还有你们，如果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，如果你们想在战场上活得长久，活着回去。 就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谁还有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赵半阔，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凭什么让我们信服？凭什么？好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。 如果你打赢了，我就让你走；我不管你，如果你输了，就永远闭上你那张嘴。哦，你说的啊。哼，我说的。<咳><咳> 疼吗？嗯。哎，半阔，半阔，哎，行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告诉你，没事吧？今天只是一个教训，如果你再质疑我的命令，我就一枪毙了。